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扰乱真侪旅客今年出国的计划。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，嘉义县文化观光局为着安大游客的出国的心，再推出嘉义世界之旅八大景点，规划特别的游程主题，和嘉义为出国照公正各大社群媒体热门话题。馆长张亮表示，会当甲国内旅游送出无同的赞助，才是真正体现旅游的意义。嘉义关门山乡有一处堪称亲像是国外景致的美景，有金阁寺之称的巧云小站，金碧辉煌的建筑，就算稳藏在深山当中，同款吸引真侪游客探访。会当伫山中悠闲午宴，泡一个高山茶，真正是一大享受。顺游台办九寨沟的太兴飞瀑，这座瀑布并得成一大飞瀑的壮丽景观，真正是让人赞叹不已。入秋了后的阿里山景色啊，先到有台办小河长美名的德恩雅纳。在世外桃源的小村落，亲近伊并会当感受到伊的朴质可爱。自高岗看落去，更是惊叹。坐下来就算对白龙分海，尤其锁定夜间限定顶照到的琉璃光，会当拄上大景，亲像是白鹅惊奇的梦幻之光，绝对予你流连忘返，甘愿成为回头客。想要散心，就来民雄中正大学漫步，就亲像置身英国剑桥大学，无得卡阁会当来一场浪漫小度。八亚麦的美景，咱会当错过第17线，是用伊飞之下漫步河堤，为假期画上完美的句点。文化观光局局长柯友仁进一步说明，嘉义县唔但有远近知名、四季人气不平的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自山脉到平原，一直到海线，处处拢是热门的观光景点。最新新闻，蔡明堂梅山乡采访报道。透过公共运输的推动，来寻找整个城市的生命力。解剖绑放下来，就在路边就可以上车了。一般公车它是换挡式的公车，它有时候会这样子，啊，这公车不会。我们把它当旅游的工具来走走看，嗯，要花个二十几分钟把这个小站的附近绕一圈，哎，我觉得就还蛮够了，嗯，要搭公车，然后来玩嘉义这种感觉来。试试看这样，嗯。我觉得新的电动公车空间比较宽敞，然后座椅的高度也蛮舒适的，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，就可以到很多地方。然后现在班次也比较密集，每30分钟有一班，所以就比较多机会会搭到公车。老年化社会的时候，那城市里面的长者相对来讲就比较多。让他们去使用私人运具，其实是相当危险的。愿意有一些人先出来支持公共运输，然后公共运输因为有这些人的需求，市政府就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，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路线。那这样的正向的循环才会开始启动。嘉义市政府能够在这一连串可以带动正向循环的起点。先以公部门的角色启动这样的一个循环，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共同肯定跟赞许的。当然是多一个选择啊，一眼就认得出来，很漂亮啊，我觉得很新很新，推荐朋友来搭。全龄共享世代宜居，嘉义 City， 嘉义市。